这步兵很有想法嘛，放这里啊，说了呀，放这个地方呀，真是的，傻逼一样的，他妈明显说了还不放那个地方，干。你这个蓝号用的太随意了吧？太随意了吧？这个蓝已经空了呀！幸好这个蓝刀他妈不会玩，你奶奶不会玩，他妈的带这种血瓶，他妈还带买这种东西，我靠，真是一点都不会玩。哎，每副钻山这么垃圾吗？有这么菜吗？这个分段？啊，讲道理，这个你这种心得了，他只要买有钱嘛，他应该是那个什么，他买一个东西已经死了呀。然后难道他妈出门先买这种东西的？哎，我不太懂啊。像那种，他们那种就往死里压人的，因为，不，你看这一点都不会玩这个人，因为他们那些人就一比如说一两级就疯狂压人，那他们那种就职业选手他们这么玩，跟我们玩的不太一样。我们因为你比如说你技能升一级，你蓝耗加10，但是你的伤害就翻成1.5倍差不多了呀。但是如果你是你回家不是那么早回家的话。没必要这么搞的。诶，没有大招为什么要游走啊？然后你中路一波兵就没了。没有大招为什么要游走？你给了这个男刀两波兵的喘息的机会，哇，这个就过分了，两波兵的机会啊，他补刀就一下就回来了，两波兵喽，一波兵，讲到了一波兵。但他安心，他自己安心的补了两波兵。你没大招，你下路去怎么可能去杀人？你没有大，然后这两个人是满血的，这两个人是满血的。哎，这两个人是满血的，然后你下去这个地方有针眼，你没地方没针眼，但是说你这个你没有大招，他这两个人在塔下不可能死的，然后。你的代价就是说，你让这个男刀安安心心的补了2波兵，然后你自己本身亏了一波兵，自己本身亏了一波兵，这个节奏的损失就太大了，这个太亏了，这个就血亏的，你知道吗？男刀又补了一波兵，3波兵了，本来他是一波兵都补不了的，难道现在这个版本大招100秒钟，他上次刚刚妈的被你杀了之后，他现在片上是不可能补兵的，你有虚弱呀，他怎么打？他必须用 E 躲过你的 E，才能有机会跟你正常跳一下。但 E 过来，你给他套虚弱，他也是死的。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打得过你的。他妈的还出的是自动提亚马特，他第一剑要不是出那个穿透的话，根本不可能打得过你。然后你现在就放给他发育，你就放给他发育了好这么久时间。怎么这么快？这个炮车是漏了吧？哎，1500，
这个要回家吗？这回家回亏了吧？为啥呀？那没有什么用啊？你为什么不压啊？为什么不要？不是，对面两个那中单打他，豹女在哪里？豹女在哪里？你好。是为了这个不想吵到你们，因为没有这个门开的，就没有开的场景。基本上，我们要是说你们不是借给我们进来，风险我就是一点。这个是进门就锁门的，这个就是锁门的。它这个门其实锁不锁都无所谓，但是习惯就是说你光命令我开的那个习惯就是，我门开不开无所谓，就开着我没关系的，因为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说，如果在家里面的话，就不要让爸妈知道我在干什么。不是，我不在乎别人会不会进到我房间里来，或者会打扰到我，因为我做事情完全就我不过我你对这个你敲不敲门，就是对我来说没有影响。对门开的空气还好一点，因为这个门开的会很吵的，这个门也可以开外面，感觉阳台出去，尤其是阳台出去，但是会很吵，所以说要通风的话，这两个窗户风流不起来的，必须就开个大的一点门，风才动得起来。我们那边哦，我是很好的，我也觉得我很好的。不是那个，你的室友都是网上现找随便找的，还是已经认识的？那是正常，不要这么搞，这样会死的太痛苦。这个你要见识一下，住这个三楼的人见过没有？他很干净的，很干净，这个人是非常的好，你看到了，你会被他。不是他不是要求我们看，他就自己看，他自己不做饭，但他会看到那个厨房，会把厨房。他那个，他这个人，上次他看他扫了一个下午地，他扫了第五次扫那个厨房的时候，他把那扫回来，我都不知道怎么扫出来的，就那种。他也用的，就是他看到就看到脏，他就顺手把它擦了。这个是人是很好的一个人。我们现在是四个人，我一个特别的新加坡，一个特别的秘密，然后就是我们的标准会有分，就是新加坡就比这个那个差一成，我们以前的时候是1个礼拜那个，然后他每次都要那个。不是一个房子的干净程度是有那个下限最高的人决定。新加坡就是那个下限最高的，就是说他不能容忍到一个程度，他不会忍的。就是说，不管是你是这都是谁是，但是到了那个阶段，这个人就忍不了，他就一定会把他擦，一定要把他擦。他现在非常的容忍，谁呢？他就是只要不影响到他这个卧室的区域，然后外面的话，他你接下来等会出去哪里住？你接下来去哪里住？那你干嘛这么在这个地方住几天呢？我们放休假，我们没有休假的。我们没有休假。现在是那个，让我看一下，我们8月。嗯，是那个。听过。
化工，嗯，啊，那对话有点错，我家我们把你，有钱回家，没钱不回全都是家里出的家。家里的钱就是我的钱。你决定了。不是，跟别的人不太一样，我不需要向家里要钱。再缺一两个。不是，我不是，就不是说，不，我们家没有零花钱的概念，不是说今年我家就给你多少钱，你就花了吧，不敢，我一般来说我不会没有没钱的时候，就是说，一般都是他们怕我死在这个地方，就是你怎么钱都花这么少，零花钱是花太少了。所以你早上很早就上课了呀？那天是特殊情况，那天是特殊情况，每天都是。没有，每天我是7:15出门，一般都是。因为这个北京人他挤公交车道，他知道怎么挤，我不知道怎么挤。你要是7:45到那个地铁站的话，你车子上不去，你得往前坐两站才行，你得往前坐两站你才能进得上那个7:45的车，所以就很麻烦。所以我9:15的课，但我7:15要去，我不想往后倒两站，我倒进去。上海不一样。不是，我是浙江，就上海、杭州、温州，差不多三地方都待过了。哎，上海好了，上海那个。上海的公交车没挤过。不是上海的地铁了，我不是，我是说。上海人民广场，你要7:多，更要等2趟。但是这里素质也不太好，都挤在门口不进去的，都是全世界都一样的，都他妈挤在门口不进去，都是畜生的。一定要换，不要在乎这种东西，不要在乎学我反正你把住宿的钱除以一下你的学费，我现在觉得他妈住宿的钱根本不重要。我要是能搬到学校附近的1300，我都想搬。1300起，1400、1500，就是学校，不对，就是说就在校园区里面，就是说。踏出楼走2分钟就是校园那个距离，1400到1400。对啊，那是离得近。但是你们，就我们那儿正好相反，我们住校就反而，因为我们江苏那边，哦，就治安很差，然后有一直都，然后我就不敢住校啊，买车。不是，你要不7点睡，我他妈第二天我就完蛋了，你知道吗？这个人，因为我不是，这个人是1点多睡，他为什么？他头靠床5分钟他就睡着了，我睡不着的，你知道吗？我可能躺个1个小时我都没睡着，我都不知道我还需要花多少时间睡着。啊，不是，我这个是被强迫的，这个学期他妈的要死了，你知道上个学期我都不这么睡得稳定的，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你要是不睡够的话，你就是就起来就很难受，你第二天还是要补回来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不是说一个晚上熬夜的问题，这是一个学期的事情了，不是他这么短的事情就，不是我被逼的，我他妈这学期课学太多了，我操！上学期是不是学姐们上学期划水划的太严重了，就这学期，然后有一门 lab， 这个 lab 的写作量是一个 writing 的写作量，你知道吗？我没有。预见到这个东西会有这么坑爹，然后这个学期就变成5门主课了，就是说5门课全部都要花时间的课，上学期只有3门课，就是说我最多的也就是3.5门课需要花时间，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是要都是5门课要花时间的，然后两门就是我们那边的他们都不好听到的，没用啊，我们图书馆就是有都没有，我们的课就是在那边超，我们整个学校上课的。但是这边火锅就是老师会给你，就是让他们就会在真的会就是比较人性化，然后我们那边一周读多少页？1门课就2.5页。对啊，1周50页嘛，正常的。我们这边四门课全部要读200页。4门课每门课都是2，另外3门课。但不是，这不是熬夜，熬夜你熬了一个晚上，你第二天总得睡回来的吧？你不可能一直熬夜吧？你知道我跟我同桌的那些都是。就是你一个什么，就是
吃饭，然后他们都2点。2点钟睡，第二几点起啊？我不知道，我早上8点睡，但是我要跟他们一起睡，就是他们2点钟起早了，那我可以。那他们那这个人4点钟睡的，那他睡得很规律的。那个4点钟睡的。印度人不是，我前一有另外一个印度人。不是你，就是一天睡的时间是固定的，然后你今天不睡够，明天就要这个你一个学期里面你能拿出来学习的时间是固定的，是恒定的，不是这个学习这种工作量不是说你一个晚上你熬就把第二天东西明天第二东西熬就不是的，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就不是熬一个晚上就的事情了。而且我们学校中间就有一个超市，它就半夜12点开始卖热狗，那个热狗。你这么穷吗？不是，他们这么穷吗？就是有点像福利，就是一些你或者熬夜，然后就半夜排队去买，可能是真的。我们那边的人皮肤很差，人很胖，就是跟这边完全不一样，就是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啊，而且就是我都在宿管，像你说很多那种，就是很烦的那种三分钟，我就说四分钟，我再见。这地方，嗯，虽然还好，嗯，你有经历过吗？这个城市作为纽约的一个附近的一个小城镇，是这个地方连上海的4号线之内的1/4都没有，这个地方不是上海那个就是4号线，你去过上海吗？在上海，那就是4号线嘛，就那个深蓝色的那个4号线一圈的。这个地方市区连那个上海4号线之内的1/4都没有吧？那就是他妈一个徐汇的大小了，我靠，这他妈太小了，这地方。我觉得不是那么小，你到我这儿。对，那我知道，那这地方是的确。那太单调，就是不包不来的，然后很多人都看到，然后我的所有的东西，WiFi 都没有，就是上不去的，然后平常都是很干净。啊。而且买个垃圾桶都要打工，我们那儿大概就公交车只有一辆，而且只要一个，然后那个地方是很贵的一个超市，然后那边垃圾桶经常都没有，或者是那种地下垃圾。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因为坐那个公交车。不是，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上学？那就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了，那我就不听了。
啊，小插曲结束了，他妈的这么长一个小插曲终于结束了。不是，这个时候你的目标不是用来帮抢你，因为你们这一个队伍在这个地图上的资源是有限的，然后你看到你家小丑要打这个东西的，那你就把他让给他嘛，那不然他的钱从哪里来啊？他已经被豹女他妈压了这么多几十刀了，东路就一个被你压三级的娜美，你怕这个人加上这个豹女把你宰了吗？那这个有点太被动了吧？是稳健，这个打法是稳健，但他妈太被动了吧？这个有点被动啊，我觉得。这几波你两波游走都没有好的成效啊！你两波游走没有任何收获，然后把你中路的一切优势都战胜掉了。你在六级之后，他杀了他一波之后，你就放弃对他的任何压制了。你把兵线就送给泰隆推了，那你前期就建立的一切优势有什么意义呢？你的打法有问题的。你下路游了一波，让泰隆推了补了两波线吧，然后回家回池让泰隆砍了一半的血。第二次又让中路的塔没了，你这个你完全可以把它压在塔里面打，你打字跟打野说我要推线，对面豹女肯定来抓我，然后你让他打野过来反蹲一下，蹲一波对面中野一起爆炸，但你游走了两波把中路优势全部放弃了，然后你跟泰隆之间的补兵的差距，那个时候自从你放弃开始给他补兵之后，你的优势就再也没有破打过。你不是你像这种就是傻逼的，不是我压你三十多刀，你根本没有办法靠近我的兵线来补兵，你连经验都吃不到，然后我把线推到塔下去给你，然后你就经验都吃到，起码你可以吃到经验了，然后你塔下你再顶多漏几个刀，然后你也能补到个四五个的吧，攻击力起来之后你就完全就把这个优势就还给他，就是主动帮泰隆建把他劣势给他搬回来，他现在已经可以自由自在的游走，他对前面你对他一切压制完全不存在了，就是你完全不想，你根本就已经放弃压制他了。假如说你要是能在中路，就是说兵线我都不推，泰隆在前面那个地方站着，那因为你把他兵线推给他了，他清线也很快的，然后你们两个一起游走，明显是他比你强的，他是刺客的，他是刺客啊。本来你中路是自己是有优势的，然后你把优势自己全部葬送掉了，这个就过分了，这个就真的过分了。本来泰隆现在补刀就应该只有四十五六十刀，你知道吗？如果对面豹女不来帮他的话，就只有五六十刀。中单的经济不是建立在抢自己家野怪上面的。如果比如说这个小丑他在下路 gank， 他很长时间不能来这个 F 4这个地方，那你把 F 4打了，然后他回到上路的上半地图野区的时候，他差不多这个兵野怪就已经刷了。你不是这样子抢队友经济的。太被动了，你这个中路明显这么大的一个优势就变得没有优势了，你就送了对面一座中塔，我这个没有必要啊。你看这个地方，我们看看这个时候泰隆在哪里，泰隆在哪里，泰隆回家了，那这个时候他拼对面中路不见了，对面中知道中路不见了，辛德拉已经知道中路不见了，那辛德拉在哪里，那么辛德拉在哪里，上路人都没出现，辛德拉在哪里，而且这个是劣势路啊，主要是你不知道豹女在哪里。这波gank总的来说是失败的，我不知道你这个原始的初衷是如果豹女不在的话你应该是成功的，但是真眼在哪里，对，你的真眼呢，你的真眼在哪里啊，
1200块钱，你的针眼在哪里啊？1200块钱，你的针眼，泰隆都可以单杀你了，我操！在搞笑吧？哦，对你把钱送给他，这么多钱，他应该可以单杀你。你送了他多少钱啊？你补到压制差距只有5了，你他妈要是六级之后保持这个压制，你中路线都不推的话，他能有几个兵啊？他能有几个兵啊？真的是，他开始做兵仗吗？针眼不能断的，这个游戏只要对面，你要是开对面视野打，你要是压对面，除非压你整个大段，压两个大段，比如说你钻石他白银，你钻石他黄金，不然我觉得都能就很好打的，开地图打对面打野基本就废了，除非现在就三线三路打崩，一个大段三路打崩。哎，现在可以刷狼了，现在 F4 跟狼都可以刷了，你为什么只刷小的不刷大的？比如说小丑这个时候他要去上半地图了，那他可能就来不了狼，你就把狼给宰了吧。那中路在那边闲逛是什么意思啊？就没有就我就看不懂，我就看不懂，反正没关系，这个东西不重要，这是你想法的问题，下一个版本就没事，下一个版本打不过野怪，下一个版本你就打不过野怪了，太难打了，野怪都强的没惩戒，根本打不了野怪，一个惩戒，每个惩戒都要给野怪才行。现在还是五五开，我就预言一下，你们输就是大龙吧，就大龙嘛，大龙肯定是大龙，你们肯定大龙被拿了，你们肯定有人他妈死了，大龙被拿了，绝对的是大龙被拿了。这个阵容又是没有前排的阵容，大龙没了。而且你为什么带扫描啊？你指望扫描把那个，还你又就为了蓝刀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开个这个东西把它找出来，好像有点亏吧？感觉有点亏。我操，这个是什么智障啊，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傻逼玩意儿啊。但你们对面又帮你续了一波，打到现在打到38分钟，不然打不到了。哎，这个时候又麻瓜了。这还好，我想的是我在想你为什么大狼不打？为什么不打大狼啊？你辛德拉他妈的10-3-4的打不过大狼，为什么要这么被动啊？对面泰隆都死了，为什么不敢打呀？为什么一个劲的往后跑啊？5-4为什么会打不过呢？为什么会这么被动呢？为什么不敢打呢？这里泰隆已经死了呀。哦，静要回家，静想回家，静回家了，那是4-4。哦，小丑也要回家，那错的是对的。不是，你打的没有，你不 carry， 你打的不 carry， 感觉不是不是什么主动找能力，这人头都是哪里来的？泰隆送的，好像就对面是送到你手上来的，就是中路对线的时候有优势，泰隆送的这些也拿到了，但是说节奏方面就很差，两波游走掉了自己的中塔，然后现在两个人娜美去下，
娜美去下男刀在上，然后四个人因为没有对方的视野就被蜷缩在东塔那边等兵线推过来，这个节奏太差了，这个节奏太差了，就很被动，打的就一点都不积极，一点都不主动。对啊，辛德拉就是这个版本就只有这种伤害啊。然后塔一个个没掉了，原来六座塔，大龙这一波没了就他妈的六座塔。这傻逼吧，后面就是强行续命了吧，没什么好看的吧，对面还会拿一波大龙，第二波大龙死的时候我就不看了，杀了一个男刀，杀了一个卡尔玛，又死了一个大龙，丢了吧，对面可以打大龙也可以不打大龙，随便看对面心情，现在对面可以对面不打大龙吗？男刀又浪死了，这男刀一点都不会玩，这他妈都能赢，你送给他赢的，你送他，你抬了他一手，你就是你抬了他一手，后面无所谓了，就是垃圾时间，又续了一波命，又续了一波命，然后因为现在 HP 不够了就开始回家，然后又出来打，打赢团之后没有拿到优势，塔都没有拿到过，你减 CD 多少啊？20 10 30，你带的是固定模，你带的是固定法强吗？我操，可以的，还有人中单会带固定法强的，还有人中单会带固定法强啊，是吗？成长法强吗？成长法强吗？成长法强是最垃圾的一个属性了，我觉得你在成长法强你肯定就完全肯定是在成长，成长法强是绝对比成长减 CD 弱的，是绝对的，是100%比他弱的，想都不用想就是垃圾属性的爆炸了，可以打得不错，先恭喜一波 SKT。